兄弟们，他竟然敢让我洗内裤袜子，哼，看好了啊！各位亲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司机啊，我现在在广东佛山啊，我不是来找黄飞鸿的啊，我是来找我白弟的。之前有一次我们之间打赌嘛，减肥我输了啊，我说我要做一天他的小弟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来履行我的承诺。之前确实大家都很忙，今天刚好都有时间啊。这次来呢，我也没有空手来啊，给我白弟带了点海鲜。你管这叫海鲜？没毛病，这绝对是海鲜，兄弟们。现在的话，我给他打电话啊，让他来接我，不然他这高档小区我也进不去。OK， 电话打完了啊，咱们稍等一下，他马上来接我。我选的这个点呢是中午的11:30，为什么这个点来呢？因为我们刚好能蹭一顿饭啊，所以说咱来不能白来啊，能蹭就蹭，能拿就拿，能吃就吃，能喝就喝。大约过了一个世纪。有一个人前来买瓜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我好大哥来了。不去你，大哥，你这混的不咋地呀？你老大了。那个，给你带点青岛特产海鲜。肯定是有问题的，一打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侮辱我智商？不是，真没有。你看我，真没有。我意思是说，你看好东西，海苔。行，那你、你这水是啥意思啊？刚健完身。哎呀，牛逼！那走啊，你带我走啊。这小区老大了，没有电动车不行。我好大哥混的，你看，我以为最次也得开个奥迪，结果开个雅迪。来来来，大哥，我帮你拎着，你看太沉了。你看我给你开门，你看，哎呀，你适应一下。到好大哥家了，哎呀，这太奢华了呀！哎呀，这风景太漂亮了，我突然不想回去了，在这住吧。这屋是没人住是吧？哎，刚好。这啥呀？我牛逼呀！这生活太奢华了。我给你看看什么叫生活，鸡哥。生活就必须得冰箱全是吃的，知道不？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辣椒酱、减脂，这是零脂的，啊，这是零脂的肠，这都是什么帕尼尼、什么鸡胸肉啥的，然后这是可乐，这是没事吃点小串啥的，然后全是肉。哎，那啥呢？我送你个礼物吧，姐。啊？送你个礼物，就是我知道你爱喝酒，这个是喝酒神器，你就这样插上去，啊，然后倒过来，就是假如说你青岛啤酒节跟人家争酒王，啊，你干不过人家，你就往里呲。你看兄弟们，这没白来啊。你这阿姨呢？嗯，阿姨下不来。那吃饭呢？你做吗？不是，你这个点了，你们还不做饭吗？咋？你要来蹭饭？这不来，这不刚好吗？我觉得，哎呀，失算了，兄弟们。你看这也有吃的，你看你什么拿手？这有正宗的牛肉板面，那有螺蛳粉，这有粉面。你这要求这么简单呢？那行吧，咱就煮个面得了。这是锅对吧？啊。呀，还得亲自动手刷呀！白弟是不是知道我来呀？给都给你留着呢。不是鸡哥，你这你怎么还无事不能三宝殿？王给鸡拜年，你怎么干来了你？就是咱俩减肥打赌那个。啊，100年前的事儿了，21年来就想听过了。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，我都忘了。哎呀妈呀！你这整的，哎，我说你那么不适应呢。哎呦！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的完美？
真解锁什么新吃法了？要不你们也试试。少放点盐挺好的啊！吃完了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我说吧、哎，好吃就行。哎呀呀！刚做完饭，大哥请我喝饮料。兄弟，这零食挺多呀，咱来了也不能白来呀。这个是这个啊，嘎嘎好吃，不好吃真的，你吐在我吃。嗯，是吧？嗯，鸡肉零食这一块就非常权威，嘎嘎权威。嗯，再吃这个健康。苹果干儿，吃饱了吗？嗯啊，没有呢。这啥？麻烦了，不打了。麻烦了，麻烦了，几哥，麻烦了。这好大哥是真好啊，先给你点甜头。好洗啊，兄弟们，他竟然敢让我洗内裤袜子，哼！看好了啊！哎呀，陈总啊，哎你，哎大哥你歇着，哎。不洗吗？别放什么八四消毒液啊！我不会啊！洗衣粉、洗衣液啥的啊！你回去，不要在这儿。行，你放心好了，收了，肯定给你洗干净的。收了。刚才从这个窗户偷窥你。嗯。现在午休去了啊，咱们眼睛也用趁这个空呢，看能不能弄个电影看一下，还有 3D 眼镜呢。哦，这啥呀？这能说话呀？哟，这投影啊！哦，漂亮哎！把灯关上。顺走啥的，嗯，哎呦，滚！赶紧走，兄弟们，弄坏了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就这小逼崽不当了！兄弟们，到机场了啊，这下安全了。刚才我白弟啊，不，我白哥给我打了几个电话，我也没敢接。应该是想我。